我是李慧琼，今朝咧我已经系嚟到第二个点，系呼吁市民继续支持国家安全立法。人大最近咧就做咗决定，大家都知道嚟紧咧系会授权人大常委系就住国家安全立法。过去一个星期咧，我哋嘅义工马不停蹄喺社区里边摆街站，收到好多市民支持立法。去到现在咧，已经有是超過了是180万的市民，無論透過是實體的簽名以至網上的簽名呢，告訴我們聽他們希望社會盡快恢復安全穩定，亦都呢是希望呢國家安全立法呢是能夠幫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。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大時代，是一個大國博弈的年代，中國美國以至列強呢大家都是在這博弈當中，香港好不幸咧，成為呢個磨心。咁我哋好希望咧，透過國家安全立法，透過讓到咧香港咧唔好咧再成為一個反華基地，讓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。如果你未簽名嘅話咧，歡迎你今朝繼續嚟到我哋唔同嘅社區簽名，或者參與網上簽名。我係李慧瓊，衷心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我哋嚟緊咧都會繼續同市民接觸，除咗係收集支持簽名之外咧，如果你有意見啊，早前咧，人大常委譚耀宗都講咗啦，大家咧係可以去到人大嘅常委嘅網站嗰度發表意見。咁我哋咧亦都會做好橋梁嘅角色，反映大家嘅意見。多謝你，我係李慧瓊，多謝你，多謝。